一般的点圈 A 人在削弱以后，后面很难再做出回调，包括之前的爱情歌以及恶灵之影飞段，都是削弱后几乎没有人用了。那这个漩涡面麻目前的强度表现并不是特别好，主要还是因为之前削弱一次，很多人希望这个忍者进行回调，但目前还没有确认的消息，之前策划直播中也没有提到这个忍者要调整的信息。不过疾风中心佐助和邦代土算是比较特殊的两个忍者，因为这两个忍者是削弱后再进行了加强，但他们的价格会偏贵一些，所以可能会是价格更高才会有这样的待遇，不知道未来面麻是否会有再次调整的机会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阵的实战效果。お気に上げだ。